你看我嘞，你看啦，你看啦，你我伊两个我开钱嘞，哎，哎，笑看你。
是啊，有啥物代志需要啊提醒，啊，我绝对会用最快的速度，啊，用上好的这个服务态度吼，啊，来服务比赛啦吼。啊，最后啊，我要恭喜李秋明当选的非沙威总理，也恭喜我们李淑慧李秋明明年已经当选的，但是啊，在座的啊，我们代表政治参选的在啊努力啊，在这个耕耘当中哦，啊，也希望各位啊给我们加油跟鼓励啊，多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啊代表政治出来选举的啊所有的民意代表。
校的老师、主任、教职员们，还有各位小朋友哈，大家大家好。好，感谢我们委员会今年的支持哈，以及学校大力的支持哈，那让我可以连任今年100年纪念度的家长会长。那其实我常讲说，家长会哈，不只是来学校帮我们这些小朋友，协助这些小朋友帮他们付出之外，其实我们还可以学习很多东西。因为家长会的所有的成员哦，其实都是来自我们社会上各行各业的精英哦。那我们在去年106学年度哦，在家长会这边哦，办理了两个联谊活动，那其实也举办了无数次的会议哦，以及参会。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些参会哦、会议活动，然后去联络我们所有人的感情。借以联络感的时候，可以建立自己的伙伴，然后互相学习，互相成长。那在新的这一年100年级学年度哈，我们在今年的家长会预算哈，编列的所有协助学校之外哈，我们也编列了2笔费用哈，在整个家长会以后的联谊哈，可以让我们这个联谊活动更热络，更办得更好。那感谢各位哈，因为我们今年的100年级学年度，我们的家长会的成员已经将近70几个，当然是包含另外一个后援会哈，我们的70几个，我在想哦，哪里装装哦？Yeah.
陆运局，还有我们的音乐班的后援会，给学校最大的支持。相信振兴国小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，还是会成为我们云林县的指标，是云林县的最代表的学校。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，谢谢。选举的关系，跟张立善去跑土坑。
国小的会不会啊，这次各校的活动哈，啊，我们也会延续市长哈，啊，跟我们正兴国小的各校的活动啊，如果可以配合的地方哈，啊，我未来的永乐市公所，我们也绝对义不容辞的哈，那也要拜托大家哈，啊，多多支持啦，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替大家服务啊，祝今天的活动啊，会跟全党领导顺利成功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那个
回去。
就是王元良。
两位会长也祝福真心国小校务昌隆。
师哈，非常非常那个婉婷老师应该是第一次主持我们这种叫两位交接吧，因为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正式办。那主持人老师，请大家用双手再感谢他一下。那我们今天有准备很好的佳肴，好，那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那个冰箱的啤酒都可以拿，他懒得要喝完了，好，谢谢。
是张校长的男朋友，伊当时是政治的老师，啊，当然他老师是我的职业老师，我的职业老师是我同校的校友，所以呢，张校长办了很成功。学校的聚会嘛。